我是 Peggy 许哲佩，今天要跟你分享我的新专辑《圆舞曲》当中的歌曲，这首叫做《孩子王》。那《孩子王》也是我这张专辑很主要希望和大家分享的精神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童心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希望在我的每一张专辑里，我都可以很努力的为我自己，也为大家保留住童心的可贵。那这首歌希望它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伴你，给你一些的力量还有勇气，送给你，孩子王。小野餐露营躲猫猫游戏，听睡不着的摇篮曲，哼着熟悉的旋律，